出来吧！啊，队长，来，肯定是走了。哎呦，这女的太吓人了！太吓人了啊！俗话说得好，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他追我呀，像追命似的呀！哎呀，不行，谢谢你啊，得亏你在这帮我掩护着，要不然他不得缠死我呀！我哥哥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没问题啊。项链，我九次三等你了，你是套不起我的手掌心的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吓人不？吓人不？自己演上了，自己在这演上了。还有音乐，关了，音乐停，关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放的。你这装备挺齐全呐，你再雇个人都能给你撒花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导演，厉害不？一个人干了一个婚庆，是不是厉害？这大姐，是这样哈。你可能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要找那个于小脸。咦，那种是手撑的回，我都认得呢。你是考古的呀？上学的时候啊，我练过他的脸，超过45.5码的，全国也没几个呀。你量的不是脸，是鞋垫吧？哎呀，这样啊，庄园啊，你放过我这个鞋垫，不是？哎呀，你放过我这个人好不好？我也想放过你呀，但你知不道啊，你等会儿。这是你上学的时候摊给我的纸球啊，咱俩是不是命中注定啊？小脸，你都抛过绣球了？你不知道小倩儿啊，那个纸条啊，我是想给我班娜娜写的，我写着想约她吃饭，出去看电影，我就搓成了个球，我想摊给娜娜，没想到咚，没弹娜娜去，弹娜去了。你那是香蕉球啊？什么香蕉球？纯属乌龙球啊！技术太差了，多吃点海参就好了。当时我回头一看，小脸正跟我比划呢。根据他的口型、手势以及文字，我判断出他的意思了。啥意思呀、啊？你我一起出去啊！你现在这翻译啥呀？我的意思是你手里那纸条是我的，你还给他呀。第二天他要跟我吃饭看电影的小戏全校都知道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命中注定？我当时我就纳闷了，谁嘴这么欠传出去的？谁呀？我那个去，我你传的那叫命中注定吗？那说明是你定的，你咋想的？咋想的？这就是缘分呐、啊！你甭管这个纸条咚咚咚的弹给谁，最后还是弹到了我这儿。中国历代的爱情故事当中，有多少都是巧合促成的？一开始千不情愿万不情愿，到后来呀、啊，不埋在一块儿都不中了。缘分来了，我就得抓住。你抓你就关键。你换个人说。我换谁呀？哪还有人了？怎么的？按说像我这种人长得漂亮，漂亮的也不太明显，我必须让人知道，我也是有人追求的呀。人家一看呀，庄园还有人追求，这个闺女肯定有优点呢。要不咱也追求试试，缘分不就来了吗？我懂了。你这是拿小脸开张呢？不管这么说吧，我的心愿得圆了。小脸啊，哎，恁要是心疼钱，我请客，咱们俩来一顿烛光晚餐。哎呀，咱要是吃累了呢，我请你看爱情电影《魂断蓝桥》。看饿了呢，咱把蜡烛再点上，继续晚餐，直到咱吃困了为止。我把你。送回去，剩下的事儿啊，恁就不用管了。第二天我就把跟他约会的消息发散出去。你怎么上我后面去了？他老扒拉我。这个庄园，你刚刚就给咱俩安排那些项目啊比较多，我们一时半会儿我吸收不了。你这样，那个我保安亭里面有西安博士啊。赶紧给我到
仙博士老好，牛在身边，奶更新鲜。我在身边，爱比蜜甜。哎呀，啥甜？这没糖那玩意儿。小强啊，这种情况你看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他安排的很合理。我你这么合理去？我说，他刚才说那些话，他要请我吃烛光晚餐。那你就找个没蜡烛的地方不就完了吗？哪热都去哪，去找事儿吃早餐。关键他要请我看电影，看爱情片。别看爱情片，看枪战片。枪战片不行，枪战片他以为我是哪个高地再给我占领了。高地那高地不能去。无所谓。哎呀，最后来更可怕，还要送我回家。不能回家，完事送你回岗亭。啥意思啊？为了配合他，我还得加个夜班呗。来，侮辱我，埋汰我，糟践我，作践我，怪来来说我来来，你说我，你说我，你说我啥也不是，你说我这个男人，我见一个爱一个，你就说我完犊子，多完犊子，比你完犊子，好，于小脸，你比我还完犊子，我，臭，说啥？从那边啊，他说，那个，对对对，这位女士，咱俩唠会儿啊。你说啊，那个我劝你两句啊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于小脸，他跟我比啊不是个东西。那你说说他咋不是东西嘞？这么跟你说吧啊，我呢对感情特别专一，他比我还专一，多少女孩追他他都不同意啊，你说他是人不？你要这么说俺比他还不是人。此话怎讲？我这个人呢是一般人爱不上，一旦爱上了我就爱死他。完犊子了，诋毁失败了。你是去诋毁我了吗？你好像跑那儿给我立人设去了。整反了，重回你。那个还得重唠，这位女士怎么回事呢？刚才你是不是没听懂啊？就这小子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老损了。损到什么程度？他就是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第四个儿子。李靖就三个儿子，老大金吒，老二木吒，老三哪吒。他是老四人渣。漂亮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轮回渣子我都喜欢。漂亮。白说了。小倩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得跟他说出来。不是我死心了。对了，小李呀，啊，小倩儿啊，对不起了啊，你先回避一下，向后转。小李，哥现在遇着个坎儿，帮哥一下好不好？是这样啊，你愿意做于小脸的女朋友吗？你愿意，好，谢谢，来。服务员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？啊啥啊？你先帮我扛过去了，一会儿再给你解释。女朋友，他这个眼睛是扫描仪呀，扫的这么准呢？女人的直觉，一打眼儿我就知道来者何人。庄园你真厉害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你叫他啥？庄园啊。你俩认识啊？当然认识了。哎，我们工作室最近不是在跟社区搞一个敬老爱老的爱心陪伴活动吗？而且我们每周啊都去养老院义演，这方面业务都是庄园跟我对接的呀。哎，对了，庄园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在追求他。哎呀，追！哎，小米粒，不是你咋能这么说呢？不是追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告诉你，你不能瞎说追呀！什么呀？你追啥呀？我告诉你，他非常优秀。你老小倩，你听，你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姐。走，谁也不用了。来的太好了，宝洁，来。哎呀，庄园，来，用你那个扫描仪的眼睛，你再扫，你看他是什么情况。这个还真是呀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但是。这个不能算，啊？这怎么不算呢？你乖，
他对你一厢情愿，你还没有动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动，马上就动。你这个眼睛啊，说你是怎么样，也都吃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是 CD 一啊！来来来，不接。我于小脸以前呢知道你什么意思，然后呢你跟我说那些呢我都明白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。现在呢小脸遇到个坎儿，希望你能不能推我一把，然后我就能翻过去。事成以后，你看我怎么感谢你就完了。你说你怎么感谢我吧？当，我给你是烛光晚餐，然后请你看爱情电影，看完以后。咱们把蜡烛点上，咱们继续吃，一直到你吃累了为止。然后晚上了，我嘎嘎给你安全送回家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咱俩就明天去吧。明天？今天干啥呀？今天看这个意思，圆儿姐你约了吧？耶、yeah. ！明天见。就得今天，就得今天，都不能是明天。明天待会儿你说咱就一样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城南拿了。南啊，东南，用你那个 CT 的眼睛，你随便扫，这个你往死扫，你咋扫都没事儿。看看什么情况？不是你 CP 都不对，你应该是磁共振的，你是啊？哎，介绍一下，我的女朋友秘密。干啥呀？你也认识啊？我认识啊，圆姐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他在追求她。对。别瞎说，秘密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小脸遇到个坎儿啊，就希望你能推我一把，你能不能？能。我火坑里推呢。于小脸，我跟你说，圆儿姐这个人可好了，她是咱们社区敬老爱老的骨干，人又好又善良，值得你去爱。啊？另外，于小脸，我有句话跟你说。啥呀？希望呢，你能在她追求你的道路上，在前面撩得慢一点。这样呢，我在你前面也能稍微缓一缓，毕竟作为你爱情的领跑者，我有点累挺。你不热挺吗？哎呦我天哪！但秘密，你要知道我心里你推归推，我心里装不下别人，我只能装下你，你能理解不？小丽儿，你推归你推，但我心里装不下别人了，你们能理解吗？小米粒，你推归你推，我心里只有你，装不下别人了，你能理解不？小倩啊，你装归你装，但我肯定往外推，你能理解不？小脸啊，你装归你装，我也肯定往外推，你能理解不？是啊，我你装归你装，但我得肯定往外推，谁能理解啊？我不理解呀。啊？我理解。其实，我根本就不是那矫情的人，我就看一看今天这个事儿。能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？小丽儿，你知不道，你当初弹错了一个直球，但却影响了我的前半生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长得又黑又瘦，模样也不俊，没人喜欢我。可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直球，我发现我又惦记的人了。我总在二楼偷看你们打篮球，老师问你问题你答不上来，我就跟着着急，在走廊里撞上你啊，我转头就跑。那个时候咱班有一帮一对红，你是倒数第一，我就玩了命的学习呀。因为老师说正数第一可以帮助倒数第一的同学，
终于我考上了全班第一，你却变成了倒数第二。我们就在这前三名后三名的错过中来回交错着，一转眼三年就过去了，我也跟着爸妈搬回了老家。现在咱们都有了属于各自的生活了，既然流水有情落花无意，今天我就把这个纸团郑重的还给你，咱俩的事儿就算了结了吧。你说你早把这个心思说出来，你说明白了我不就理解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这整的，你看整的我还挺尴尬。哎呀小亮、你不用尴尬、你不用闹心、不用负担，咱们都快30岁的人了，都过去了，该成熟一点。这不眼下吗，我调到咱们社区工作了，以后咱们来见面的机会还躲着呢，至于能不能成那就交给时间吧。要说爱情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很难的。一个人就算再优秀，但他不愿意陪你走下去，他终究是个过客。一个人就算再多的缺点，但他能处处包容你，陪伴你到最后，那才是终点。因为懂得和陪伴比爱情更重要。进来了，快打招呼吧。是发哎呀，真是相亲不如偶遇呀！咱们四个姊妹凑在一起可不容易啊！今天我请客，走，咱们吃饭去。好呀，好，走走走。哎呀，这父母太好了，指定是提前建群了。不能的，哎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张嘴，你牙咋了？哎呦！兄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说啥我亲自去，我跟他们一块儿吃。等等我，我啥也没说，他去盯啥去了。